大家看这题哦，他说阿尔法贝塔为这方程式的两根，求这个式子怎么算？首先来，我先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，好不好？老师问你，这两像不像？像不像导数现象？像吧。所以说老师想行不像，我先把它改变一下，好不好？把这两改成导数行不行？这42几次？两次。所以说老师可以得到 log 以2为底 x 加上2倍 log 以 x 为底 2, 会等于几 ?6, 行不行？只要这边是你观察一下，这两个像不像？像不像导数？像吧。我把这叫 A 好不好？这叫几 ?A 分之一。所以写出来 A 加 A 分之二会等于几 ?6, 行不行？把去分母同乘 A 顺便移一下。变 A 平方减 6A 加2等于几 ?0, 这样行不行？但是问题来了。他说阿尔法贝塔是为这方程式的两根，这个阿尔法贝塔是原本代表面的 x, 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我现在改成这个方程式，这个方程式以 a 为方程式，什么叫 a？a 是 log 以2为底 x, 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阿尔法贝塔只有代表这个 x 而已嘛。但是我今天这个方程式是 log 以log 的方程式，对不对？是以 log 为基准的方程式嘛，所以说这会把阿尔法贝塔带进来，所以说这个方程式可以写成，换句话说，是可以写 log 以2为底阿尔法和 log 以2为底贝塔为 a 平方减 6a 加2等于0之两根，所以说这里的方程式写成这样子，行不行？行吧，因为我把这整个叫做 A 了嘛，行不行？所以说这个方程式是什么？是 log 的一元二次方程式嘛。所以说题目原本的阿尔法贝塔只是代表这个 x, 但是我今天把这整个 log 的地方叫做 A 了，所以说这阿尔法贝塔要带进来，所以说 log 以2的阿尔法和 log 以2的贝塔为这个式子两根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好，所以说写到这边呢，老师可以得到一个现象，好不好？这两是这东西两根，所以说两根之和 log 以2的阿尔法加上 log 以2的贝塔，两根之和是几？负的 a 分之 b， 负的一分之负六是几？六。两根之积，把这两相乘，乘起来是几 ？a 分之 c， 一分之二是几？二，行不行？写到这边的时候，麻烦是题目是要求阿尔法贝塔吗？不是，题目要求这个式子的答案，这样行不行？哎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所求怎么算？写到这边的时候，你观察一下，麻烦你画把这个式子的答案算出来，所求怎么算？你注意一下这个题目的特征，什么特征？这底数是阿贝塔，这底数是阿尔法，但是我们这边底数都是几为底？以二为底，所以说麻烦你先把换公式行不行？把一个 log 拆成一个分数行不行？阿尔法在上面写分子，贝塔在底下写分母，底数 A 随便你写，写以2为底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老师问说以2为底，因为配合题目嘛，这样行不行？那这一样，把一个 log 拆成一个分数，贝塔在上面写分子，阿尔法在底下写分母，底数 A 我们一样配合题目写以2为底，行不行？好，写到这边了，两个分数相加可不通分？可以，用几通？直接用这两相乘通，用 log 以2为底阿尔法乘上 log 以2为底贝塔，一通分下去，分母多一个阿尔法，分子多一个阿尔法，分子是几 ？log 以2为底阿尔法平方，加上分母多一个贝塔，这边多一个贝塔，所以乘起来是 log 以2为底贝塔几次？两次。看行不行？只要这边的有没有公式 ？a 平方加 b 平方，你看一下这边的 a 加 b 有，有没有 a 乘 b 有吧？所以 a 平方加 b 平方行不行？好，我分母地方先不动，看行不行？好，我分母地方先不动 ，log 以2为底阿尔法乘上 log 以2为底贝塔，分子地方 a 平方加 b 平方，是可以把它拆解成为 a。加上 b 的几次？两次，再减掉 2a
b， 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齁。所以说 a 平方加 b 平方嘛，等于 a 加 b 的几次？两次，再集到 2ab， 所以说把它带进去，老师问你这两个相乘会是几？ 2， 对吧齁。这个 log 给2的 alpha， 这两相加是几？ 6 平方 36， 行不行？对吧齁。所以6平方 36， 减掉这两个相乘是几？ 2 乘2是几？ 4。 所以算出来是2/32，所以告诉我答案是几？16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 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